那你还想要明通股份这个客户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但我不想昧着良心挣钱。我爸曾经说过，做公关，利随名网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，做一些损坏自己口碑的事情。你爸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名上，他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替我爸。 留住名声，替爹要守住口碑。可是爹要现在急需要业绩，你这样把客户推出去，负面影响会很大的。该承担的总是要承担，所以我真的想知道你是什么态度。没想好。江总、魏总 ，Stella， 请你们快点。知道了。 事情就是这样，董小鹏不只是交通肇事逃逸，他还作伪证。这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法律，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公关事件了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隐瞒事实的真相，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律师去处理。所以，我建议我们主动暂停庭外和解，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事人，同时。 要求董小鹏自首。你要求客户自首，那明通股份这单业务不要了？我做这个决定我也很艰难。我觉得 DL 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是个慈善机构，天天说着寻求公平正义、维护社会道德，结果呢是正义感是有，客户全跑了。难道追求公平正义不对吗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吗？对。 你说的都对，我现在算是全明白了。感情我们现在在这儿唯一不做的一件事儿是生意，天天想着怎么弘扬真善美呢。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，我这个合伙人当的，我到底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行善？这件事情的对错无权判断，毕竟不是我经手的，但我就想知道。 每一次，我们都看似很正义地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放弃了我们的客户，站在了一个所谓正确的位置上，但因此，我们失去了业务，失去了 DL 作为一家公关公司的信誉度。彭坤案发生之后，我们 DL 的每一个人都过得很艰难。我也知道江总，你因此承受着多大的压力，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但现在公司的利益才应该是第一位的，所以，我觉得你应当从对公司有利的角度。 去考虑问题，一味追求对错，道德上没有问题，但不应该是我们 DL 的态度。我们现在没有资本人性。可是客户违法了，难道我们为了挣钱就要假装看不到真相了吗？没错，我承认我们要做好生意，但是做好生意就不讲良心了吗？如果每笔生意都把它放在道德的审判台上，把我们自己审得体无完肤，那真是庸人自扰。我们可以建议客户去自首。 但其他的事情不应该是由我们管的，查案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已经为客户忠实的履行了合同，尽到了我们的责任。这个 case 我介入的比较深入，也算相对比较了解。你们的担心都不无道理。如果这次。 我们放弃了明通和董小鹏，肯定会有很多客户因此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。但如果这次我们帮助明通渡过了难关，万一有一天真相大白，到时候首当其冲的还是我们 DL，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是骗子。DL 的声誉将一落千丈。刚才淑琴也说了，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因为彭坤案 ，DL。 在业界和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受损，所以我认为，这次的事件不仅仅是明通的危机公关，也是我们 DL 的危机公关。我们应该借着这件事情，扭转 DL 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，告诉大家我们是一间有社会正义感、有责任感的公司。至于利益，事实上这一单下来，利润也不高。当然，失去明通这样的客户肯定是受损的。 但你们还记得 New Face 案吗？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客户会像 New Face 一样，
把他们的品牌和声誉交给一间诚信守法的 DL。 投票吧，我反对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玉哲，该你了。斯黛拉说的对，真相是瞒不住的。目击证人刘东已经承认是严律师让他做的伪证，我已经拿到了刘东的证词。如果我们继续隐瞒下去，那我们就是帮凶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踏进这个大门，你就很有可能断送了你们两家多年来的友谊。你想好怎么跟你妈交代了吗？我想，她应该会理解的。这么做会不会有点自私啊？你妈肯定特别后悔把董天辉介绍给我们，也肯定特别后悔让我们来帮助董小鹏。本来人家是来找我们寻求帮助的，结果我们要把人家的儿子送进监狱。寻求真相的勇气是可贵的，但知道真相以后如何去面对才是最残酷的。你确定你能承受揭开真相的一切后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现在让我打退堂鼓吗？如果你不想揭开真相，你为什么要去找刘东？找到真相是一回事儿，要说出真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掩盖真相就是帮凶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个 U 盘里面是监控视频，这里是刘东的录音证词。董小鹏不仅交通肇事逃逸，还涉嫌做伪证，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天辉阿姨，他确实是违法了。江达林，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？我妈给你公关费是为了让你帮我，你反过来害我呀？我哪得罪你了？江达林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这些年明通给了你们家多少生意，你爸在我妈这赚了多少钱？还有，你妈跟我妈是几十年的朋友啊，咱俩小学就是同学，你这么对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说完了没有啊？那叶冬烈给你什么好处啊？什么都没给我，因为你犯了错，你违法了。我劝你还是自首吧。凭什么？你以为你谁啊？你是法官啊？我可以再花钱，我再请律师，我再做新证据，他们可以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。你的悲剧就在于，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能拿钱摆平。刚才进门以前，我们还在犹豫，但是我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，真的应该给你个教训。你就是个法盲，如果这次你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，将来你还会犯更大的错。董总，该说的说完了，您来做决定。走吧。魏哲，你给我站住！天辉阿姨，真的对不起。达林，达林，江达林，小鹏。
110吗？我叫董天慧，我要替我儿子自首。啊啊！喂，女士，你说。喂，女士，你还在吗？喂喂，女士，您没事吧？还在吗？喂，女士，您说话呀，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淀山湖度假村。目击者刘东最终在魏哲的劝说下向警方提供证词，叶东烈不对刘东进行起诉。严律师制造视频伪证，虽未造成实质伤害，但仍构成犯罪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最终董小鹏因交通肇事逃逸致叶永福重伤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，并赔偿叶永福所有的医药费、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。庆祝一下。谢谢老师。没有什么要总结的吗？有啊。我觉得对不起我妈，对不起天慧阿姨，就怪那个董小鹏。你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对不起你什么呀？作为合伙人，我来这儿最重要的是利益。上次 New Face 的案子被你误打误撞弄成了，该赚的钱也赚到了。这次咱们先不说董小鹏的代理费，民通集团这么大的客户，眼睁睁的就让他们跑掉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赔偿我吗？可开会投票表决的时候，你投的是赞成票，不是我逼你的，我赔偿你什么呀？看来我挺你挺错了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更何况我们只是合伙人。如果你还想让我在 DL 继续干下去，这次你就必须赔偿我，因为我要让你长记性。你知道我以前办影庄危机公关的案子多少钱吗？这次的事情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精力，你不给钱，累傻小子呢？嗯，那你要多少钱？30万。啊？一点都没多要你的。那我能不能年底再给你啊？我哪有那些钱啊？把利息算好。小气鬼。小鹏被抓了，董天慧也宣布要辞去董事长的职务，他也公开向你和你父亲道歉了。在网上看到了，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，高兴吗？没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，我想要的只是真相。我今天过来是代表我们公司向你道歉的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。董小鹏被抓了，董家的第一笔赔款也收到了，所以更不需要你的钱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帮你，毕竟未来你父亲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的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死脑筋，所以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未来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，他每天都需要有人照顾，你应该赶紧找一个长期的护工，好好的照顾你父亲。现在你面临毕业，你应该专心找个好工作。你父亲这个情况，他最需要的人是你，如果你倒下了，他就没有人依靠了。想要尽孝，首先要能做到自立。护工，给你联系好了。这些钱其实也不是给你的，就当做付给护工的工资吧。喂，谢谢。我要正式和你解约。解什么约啊？之前咱俩有个约定，
如果你再做违反我职业准则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再当我的学生了。别啊，你要再不支持我，那我得被公司那帮人整成什么样啊？那我就真的变成孤立无援了。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学生被欺负吧？你不是这样人。别看你平时可怜兮兮的，骨子里主意大着呢。只要你想好的，你决定的事情，石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做你的老师太累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师，我是你的保姆。所以从今以后，咱们俩的师生情谊已尽，我们就是合伙人和老板的关系。我认错还不行吗？您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你别跟我在这一点点小事上计较啊。小事儿？嗯。眼看着一单单生意被你搅黄了，我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你是太监呀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呢，绝对不任性了，好好做生意，好好赚钱，我把你的损失全都补偿回来。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，老师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嗯。别再到时候又跟我什么道德、良心啊、真相啊！不会不会，说了你是我的老师，我以后全听你的。基于你现在的态度，我勉强答应你继续做我的学生，试用期延长两个月。还有试用期啊？以观后效。谢谢老师。Stella， 请一假。怎么了？到地方告诉你。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不能在办公室里说吗？别问。为什么不能问啊？我忙着呢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别管了。今天听我们的啊！你敢搞什么搞？干嘛这是啊？来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站这儿啊！站好。别动。乖。我心里真的特别迷惑，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，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犯了错了就是应该受到惩罚。可是现在这件事情不仅影响了我们公司的利益，还影响了我妈和天慧阿姨之间的感情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傻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忽然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。
什么？如果说你们 DL 能多出点事儿，那就太好了。干嘛？还嫌我不够烦啊？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经常来找我诉苦了。人家在这么认真的跟你说事情，你还开玩笑？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我觉得你是正确的。刚才你不是说，董小鹏有过好几次撞人逃逸事件，都是他妈出钱摆平的吗？试想一下，如果说他第一次出事儿，就有像你这样的人能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，那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意外发生了，叶永福也就不会被撞成蜘蛛人了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这一次董小鹏又侥幸地躲过了，那以后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那是肯定的，这帮富二代眼里啊，除了钱没别的，他们认为钱能摆平一切。一个人心里要是没有畏惧感，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奇怪。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富人有点偏见呀？其实董小鹏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们是朋友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就事论事儿。我明白，其实我也特别想和你一样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看待这件事情。可是我真的做不到。魏哲说的对，揭开真相不容易，敢于面对真相就更难了。我能想象得到，你做这样的决定，肯定整个 DL 都极力反对吧？这次你错了，舒晴和杜威廉当然是反对了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Stella， 她竟然支持我。最重要的是魏哲，虽然他嘴上说我胡闹，可私下里他却找了刘东，并且拿到了刘东被收买的证据。听你这么一说，魏哲成神了。神有点太夸张了，但确实不一般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我忘了。第二季度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，可有的同事距离目标业绩还差得很远啊！不要跟我拿酒店硬件不如别人家来说事儿。富悦不是今天刚开的，你也不是今天刚来的。要找就从自身找原因。为什么过去能完成，现在就完不成啊？为什么别人能完成，你就完不成啊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潮水退去之后，谁在裸泳，一目了然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有末位淘汰制的。傅月不养闲人。任务全靠他了。就他这样还好意思待下去，不行就走着。哎，唐宁，唐宁，我知道你刚才会议上一直在批评我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再给你点时间？你知不知道 DL 把应该给我们的单子全都给了别人啊？是，我知道。可是我老婆那人嘛，他较起劲来，他六亲不认呢。你知道他六亲不认，你还干点不要脸的事儿？你居然敢把情人带我们酒店来？啊！你当别人是瞎子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丑事别人都不知道？今天早上王总亲自跟我说了这个事儿，把我给臊的头都抬不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唐宁哥，真的。哎呀，消消气啊！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哥，再给一次机会。再给一次机会啊！好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要么你摆平你老婆，要么我把你摆平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那该多好啊！干嘛，还想回到辩论会上接着赢我呀？你不会是希望让我崇拜你一辈子吧？不是崇拜，是陪伴。我希望一辈子都能陪着你。
就像今天一样，无论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，听你诉苦，听你唠叨，然后一起慢慢变老。送给你的。你都送我那么多花了，送不够啊。谢谢你，我要给你送一辈子花。那天之后你一直没有联系我，我特别的紧张，我以为我没有机会了，但是今天你主动约我出来，我真的特别的高兴。我希望以后只要你不开心，就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喂。喂，我是叶冬烈。我知道，说。我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。不过，你要是没时间就算了。你说啊，客气什么？我收到了两个公司的 offer， 原本我是打算毕了业就去自己创业的，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，也没有人问，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都说创业要趁早，如果失败了还有时间东山再起。不过年轻人创业成本不低的，特别是在上海，吃喝拉撒开销不少，交通、房租，特别是还有一笔项目的启动资金。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觉得自主创业的话有一定的困难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在生活上我花不了多少钱，我自己可以控制。至于创业成本呢，第一我不用雇人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。第二我也不用租房子，我自己设计了一个 APP 软件。哦，对哦，你是学这个专业的，太棒了。哎，你懂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有志气，我支持你。谢谢啊，你听起来心情不错。刚刚我们同事给我过生日。今天是你生日啊？对呀，如果不是他们提醒我，我自己都忘了。那你吃生日蛋糕了吗？没有，不过他们给我办了一个特别 surprise party。你不祝我生日快乐吗？啊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对于 IPO 重启的事情已经拖了很久了，今天必须讨论出一个结果。都在呢，停停吧。司明镜，你可以啊，背后下手，故意整我是吧？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？我们在开会呢，请你出去好吗？开什么会啊？哎，正好你们都在，你们给我评评理。司明镜为了跟我离婚到处给我散播谣言，现在好了，公司准备开除我了，你满意了？司明镜啊，你有没有点良心？平时我是怎么伺候你的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？我告诉你，你让我混不下去，你也别想混下去。走，跟我回家。这个，你冷静，跟你们没关系，听见吗？走，你不是特能说的吗？走，跟我回家呀。你冷静点，没听着吗？我们在开会，请你给我出去。我也告诉你啊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给我起来。我警告你，别在这胡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儿。
我跟物业说过了，如果崔英俊再来，保安必须在一楼就把他拦下。如果他要硬闯的话，就报警。没那么严重，你很勇敢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叶冬丽，你怎么来了？生日快乐。你从哪儿来啊？我从学校赶过来。你们学校离这差不多得2个小时路程吧？你横穿了大半个上海啊？我也没想到居然那么远。生日快乐。你过来就为了送蛋糕？嗯，过生日要吃生日蛋糕啊，所以为了你再远我都赶过来。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把门关上。怎么了？琳琳，我听说公司要重启 IPO。嗯。我仔细考虑过了，这件事情必须暂缓。暂缓？为什么要暂缓啊？这件事情爸爸在的时候就已经提上日程了。现在几个股东都希望重启 IPO， 而且有的人都已经联系一些投资机构了。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如果没有重要的理由，那我可拦不住他们。拦不住也得拦，因为这关系到你爸爸。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彭坤案还没有解决，你爸爸的嫌疑也还没有解除，这个时候重启 IPO， 证监会那边肯定不会轻易通过，也许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。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候绝不能让你爸爸再成为焦点。你买的是榴莲蛋糕？嗯，店里就这一个生日蛋糕了，我怕现做来不及就买了。你不会不吃榴莲吧？不，我吃榴莲，我挺喜欢吃榴莲的。Stella， 生日快乐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叶冬丽，这里是室内的公共场合，不可以吃榴莲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没考虑周全，让你在这儿吃生日蛋糕。很好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在外滩边上吃榴莲蛋糕，很与众不同。你也吃啊。你平时吃榴莲蛋糕吗？我吃啊。很多男孩不喜欢吃榴莲，一般女孩挺喜欢吃。我真挺喜欢吃的，而且我觉得应该只吃榴莲，不吃榴莲蛋糕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你说你收到2个公司的 offer， 挺厉害的嘛。还好吧。你还说设计了一个什么 app， 那是什么呀？是一款关于人脸识别的软件，回头我发给你。好啊。设计这个软件你用多少时间？前前后后加起来小半年吧。看来我以前小瞧你了嘛。正好，你吃着，我给你讲讲。那，其实关于这盘 app 的软件呢，我当时设计的时候用了3个月。我刚刚弄丢了明通的客户，而且，我们公司早在半年前就想启动 IPO， 自从我来了以后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看到 Stella 那帮合伙人，我都觉得抬不起头来。我真的想帮你，大林。我刚接手小丽氏奶粉不久，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但是这个项目，你需要我帮忙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别客气。
我绝对全力以赴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其实特别高兴。但是，我们俩的关系是一回事儿，小丽是奶粉，跟公司的生意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真的不希望你为了我做一些违规的事情，这样你在飞扬集团还怎么混呢？飞扬集团不混了，那就不混了呗。只要有你就行了。玩笑归玩笑，我很认真的跟你说，小丽是奶粉的事情，你还是避嫌比较好。我真的不想你为难。明白。你都给我打三个电话了，我已经到了。回学校了吗？嗯，我到学校了。那你早点休息啊。谢谢你啊，今天我挺高兴的。那就好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宏伟，朋友圈你看了吗？没有。崔英俊在朋友圈骂你啊，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却比白骨精还心狠。别以为外人叫你一声太后就是尊敬你，其实人家都在骂你是心狠手辣的老妖婆。你今天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日后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建议你换个地儿住。你在担心什么吗？崔英俊之前敢去你公司闹，现在又在朋友圈里发这样的东西，我是觉得他已经急疯了。接下来他能做什么，真是不知道。何况他还是酒店系统的人，保不齐他会利用朋友关系查到你住在哪里。万一他来骚扰你，你是一个人怎么办？可是除了酒店，我还能住到哪里去？我临江国际还有一套空房，你可以住到那儿去。我怎么能住你的房子呢？怎么不能啊？那个地方离公司近，家具家电都是全的，空着也是空的，你就住那儿吧。要实在接受不了啊，那我只能在你隔壁开间房，我陪着你，不让不放心。那这样吧，您的房子算我租的，我得给你钱。没问题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先回去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，接下来的事儿都交给我。还有，把房门锁好。是，我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谭新凯。您是来找江总的吧？没错，我跟他约好了。啊，这边请。江总办公室就在前面，副总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就是他，都送过好几次玫瑰花，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，男朋友都到公司来了。谁男朋友？你有男朋友啊？什么男朋友？你别乱说话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路易斯，魏哲在吗？在，老大在，这边请。好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女的有人接，男的也有人接。探班日，马上就要下班了，可明天晚上都有活动，来接人了。刚才那女的是那主持人王楚吗？从后面看身材更好，练。你别多想啊，没听见吗？人家是来找魏总的。那那男的呢？我怎么看安东带他进江总办公室了？人家是来接江总下班的，不去江总办公室要去哪儿？哦，就是你们刚才说那男朋友啊？不应该啊，江总不应该是这个口味啊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他挺好的，长得好，还有品味。什么品味？看他穿的鞋就知道家境一般，品味更一般。哼，你看人是看脚啊？
看人这事儿吧。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，跟你慢慢说说。谢了，我下班不用人接。等世界冒出嫩芽的声音，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。跳云的呼吸小心翼翼，谁的心事揉成秘密。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，城市中那一些繁文如里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，渺小却华丽，生无力表